花莲县矿产局甲青商合作，头一批甲十三间，包括即个面厂，啊个旁边孙阿姐业者，整合所有的平台，用直播的方式来营销农特产，唔忘借即个新的通路管道，继续替即个云林的即个优质产品来营销到国外。桌顶摆满各式各样农特产品，拢是由云林县出产。经过统计，云林县112年农业产值高达936亿。现在为着要搬在地农产，会当卖到新加坡，头一批找13间业者，开拓新加坡的市场。透过就是我们其实台湾常吃的笋子，然后结合呢即时冲泡的方式，然后来去让更多国外的一些华人们，然后以及国外的人可以喝得到、品尝得到。新台湾馆成立了，希望有机会呢把我们的优质的产品呢带到新加坡。洪广表示，这几年来，广府积极开拓国际外销市场。过去嘛，捌将农特产品和新鲜的蔬果卖到新加坡的超市，但这次透过新台湾馆的成立，和过去传统营销无同的方式来推销农特产品。对，哦，因为我们水果最怕，生鲜蔬菜最怕的就是断链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的成立了有一个冷链的设备仓储，哦，然后包含直播室，啊，还有包含所谓的食农教育室，哦，让新加坡人更了解说台湾的产品是怎么种出来的，哦，它的好在哪里，也能够让他们在啊这个通道里面哈啊通路里面也能够有一个行销的管道，所以我想啊，我们一直在增加我们云林良品啊行销到国际市场的一个机会。洪广富就讲，新加坡强大国际地位，云林县农特产品经过十年的布局，慢慢受到当地消费者的实在和喜爱，透过新台湾馆的企划，将真正云林良品做给行销。希望借由新兴台管道，未来将更多优质农特产品营销到海外，继续向云林报道。